台湾当代艺术家萧琴去世之后，爆出了15亿的遗产风波。现在基金会出面说明，还秀出了24号当天晚上，萧琴的遗孀 Monica 在外面准备要散步的时候，遭到了一群人上前说要带走她。透过这个画面可以看到，当时其实这个 Monica 呢，赶快闪进了大楼里面。监视器里面画面出现的这一群人，其实是南艺大的学生一行人，他们自称是代表的是遗孀的家人，要来这边接走这一个 Monica。 不过呢，当时并没有成功的带走人。今天这段影片透过了萧琴文教基金会来抛出，而且呢反驳了当时这一群学生指控，说是故意软禁了这一个萧琴的遗孀。目前呢，双方针对于遗产的分配以及这个遗孀由谁照顾还没有取得共识。